他聪明伶俐，考虑周到，准备齐全，拖着从北京带来的两箱海鲜向我们走来。近期作品鸡翅，傻了，他走路带风，酷拽奶丸，曾有作品会吐的汤圆，哈哈哈哈，近期作品鱼丸粗面，他可可爱爱小猫咪，蹦蹦哒哒向我们走来。近期作品甜甜的甜品，他霸气外露，疑似本团最有实力选手。近期作品未公开，全家的依靠，精通各种菜系，本团最靠谱大厨。最近作品满汉全席，自信满满，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我们走来。近期作品日游绿鸡翅，哈哈哈哈，他们将在一起经营一家音乐餐厅，他们的未来将会如何，敬请期待大型励志类养成系真人秀乐队的海边。